以赛亚书第七天，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以赛亚书五章八到三十节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祸灾那些以房接房、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，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，无人居住。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把特酒，以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依法粮食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，流连到夜深，甚至因酒发烧的人，他们在筵席上弹琴、鼓瑟、击鼓、吹笛饮酒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而被掳去，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，群众极其干渴，故此阴间扩张其欲，开了无限量的口，他们的荣耀、群众、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。卑贱人被压服，尊贵人降为卑，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，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，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。那时羊羔必来吃草，如同在自己的草场，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。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，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，说任他急速行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，使我们看看，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，使我们知道。祸灾那些称恶为善、称善为恶、以暗为光、以光为暗、以苦为甜、以甜为苦的人。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、自看为通达的人。祸灾那些勇于饮酒、以能力调浓酒的人。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，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，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，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，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的百姓发作，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，山岭就震动。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，虽然如此，他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，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，看啊，他们必急速奔来，其中没有疲倦的、半跌的，没有打盹的、睡觉的，腰带并不放松，鞋带也不折断，他们的剑快利，弓也上了弦，马蹄算如坚石，车轮好像旋风，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，咆哮像少壮狮子，他们要咆哮抓食，坦然叼去，无人救回。
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，向海浪砰轰，人若望地，只见黑暗艰难，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。本段延续前面审判的信息，内容包含六次的祸灾。犹大国当时富足强盛，国中的上层人士却不因财富增加而满足，反倒贪得无厌，地主欺压贫穷人，社会上充满了酗酒与荒宴。最重要的是，神的百姓忘记了神，以致落入私欲的网罗中。而属神的先知看透这一切，就向他们发出祸灾的警告。然而当神借着先知指出罪恶，并且宣告审判，百姓却仍然硬着心继续行恶。他们掩耳不听先知所说的话，甚至出口狂妄，认为神不会审判。他们认为自己有智慧判断好坏，实际上却只会颠倒是非，且因着贿赂欺压义人。如今先知再次向他们发出审判的话语，祸灾。对于百姓悖逆的光景，神并不静默，他将回应他们狂傲的言语。他要使远方的国民来到，毁灭他们所引以为傲的一切，而且神要使他们望地，只见黑暗艰难，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。我们所处的社会也如同当时的犹大国一样，生活品质有一定程度上的水平，道德却不断地沉沦。好比人们不断地合理化同性恋、外遇的问题，甚至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舍弃，也什么都可以做。面对这样的社会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否能有所警觉呢？我们是否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，内在的生命却正在腐烂？今天我们不只要指责这个世界所犯下的罪，更是要来认真反省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是否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先回到神的心意中，先从神的家中活出神的心意，以致能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活出不一样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的生命，让我在这个败坏的世代中彰显你的荣光。求你指教我如何与你同行，好能服侍你，荣耀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导读神的话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阿们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你让我能够可以不要爱世界，主啊，让我能够可以心里充满了爱你的心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是的，我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哦，主啊，世界上的事是诱惑吸引人的，但是你帮助我可以有一颗爱你的心。主啊，是啊，你使我们的心单单的侍奉你。主啊，我们不能爱你又侍奉马门。主啊，你使我们就是单单的爱你，而不爱这个世界，不侍奉这世界上的事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求你能够可以使我分别为圣，让我的心里真充满了爱你的心。主啊，让我的眼目也单单定睛在你的事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是我要将我的心分别为圣给你，是帮助我爱父的心在我的里面。是哦，主耶稣啊，我要向你求一颗爱父的心在我的里面，因为我要单单的来爱你，仰望你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我们就是单单的爱你。
主啊，我们爱你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才有能力向你汲取那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如此的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真的是你爱我们是在我们爱你以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可以不断的在你的爱中成长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意不断的充满你的爱。主啊，我们也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上。孩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